在之前的现场案例视频中，很多客户都是夜晚经营这款梦幻乐园城堡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出效果。今天在厂区的广场上充气展开之后，这款梦幻乐园的缤纷色彩和琳琅满目的游乐设备清晰地展现出来。彩虹马、彩虹护栏、彩虹的星星，这种五颜六色的设施准确地击中了孩子们的审美，怪不得新老客户们都对这款梦幻城堡青睐有加，想必是摆出来经营的效果很不错。